你用你平时的撒娇，你不会更新撒娇吗？啊，不是要说好要那个撒娇八连吗？你用你平时的话说也可以，就日常。我想看看你平时怎么撒娇。我这我能撒娇吗？我这么钢铁啊！你刚刚不是说你可会了？你钢铁，你弯都闻香钢铁。<笑><笑>啊，你又没试过，你知道？啊？啥？ 我也不想，好不好嘛？求求你了，拜托拜托，行不行呀？我不管嘛。停停停，慢一点，慢一点，慢一点，太快了。这是说什么话呢？<笑>我爱你啦，人家想要嘛。嗯。四十八度。但是我平时是蛮经常看到。 星星撒娇的，星星，你刚刚无语吗？无语，无语。我怎么隔着屏幕呢，都能体会到你的无奈呀、啊？那<笑>星星好无奈。<笑>你是赶紧吧，求求你了。<笑>他曲解了你的意思，这样。没有，我是觉得他那样特别的可爱。嗯，行吧，那期待下次跟你们的见面。 17号嘛，是？对，17号。不是打，17号是打球，必须得到呀，因为他16去也行，明天去。行，我们还是17号上午去吧。对，我们也是，我们也是。哦，头发被拉伸弄成炸了。你又运动炸了。哎，下播再跟你说吧，嘉华，我跟你说一说我们今天的遭遇。啊，行。哦，这在顶上又不能说，又不能提。 刚刚你老教训我，感觉很精彩。那我们等一下下播再聊吧。行，好，那我走了啊。好，拜拜。姐妹们，我真的太教训人了，我真的很夸张。那天脱口而出，不是脏脏星星来我们家吗？我跟星星坐在沙发上聊八卦。然后。 脏脏和他，然后就在那儿走来走去，然后又看着他俩，我就我跟脏脏见面聊天，也在聊天。然后我就看着他俩，那我们不是你们俩，你们俩把扫把拿来，一个把桌子收拾一下，一个把扫把拿来把地扫一下嘛。两个人就在那儿晃晃晃，不知道在晃什么。然后脏脏，哦，好，我去打麻将，笑死。对。 然后我跟张张有时候会在聊那种工作的规划什么的，大家听见很愿意说，你们两个在干什么？出来玩那边聊工作，什么城市的下一步规划要经过你们探讨，是不是？就开始酸损我们，你知道吧？然后我跟星星聊得很开心的时候，就比如说我跟星星在外面聊天，我们聊啊，<笑>然后一下看到他们两个很严肃的就在那儿聊一些工作，就是很无趣，然后我就看他们，我说。 下面下一步怎么规划嘛？你们两个要不要去规划一下嘛？然后等等啊，不聊了，不聊了，不聊了。<笑>很无奈，真的很无奈。<笑>老婆格局可，我老婆最好。几百啊、哦？我就说几百万的生意，几百万的生意，你们谈不完了是不是嘛？大家没点关注，点关注。哎、我老婆最好了，她说关注点到多少，她要给我买鞋子。 他刚刚给我发私信，哎呦，有没有？你讲我在警告你，你不要拿你的脚在我的腿上搓。咋了呀？你怕有狗是不是？那好恶心啊，姐妹们，好恶心啊！你们知道吗？比如说这个是我的脚，这个是我的。可是这个是他的脚，这个是他的腿，他的脚就在。没有，我在学。就疯狂的在我的腿上搓。我在学千对真勾引那个朱丹泰的那个。 人家的脚是那一种轻轻的，就很，哪是你这种，就跟要搓三斤泥儿下来一样。那我轻轻的勾。走开呀、啊，走开呀、啊，好恶心。你都不喜欢我。<笑>
姐妹们，他说我不喜欢他了，我不让他勾我的腿，他说我不喜欢他了。我不让你勾我的腿，我不喜欢你了。爱恨总在一瞬间。哎呀，没关系。大家新进直播间的可以给咱们点点关注，没关注的可以关注一下我们，然后没加我们灯牌可以加加我们的灯牌，谢谢大家。给我今天的视频点赞吧。欢迎憨憨，欢迎。谢谢大家。没加灯牌加灯牌，然后没给直播点赞的给咱们直播间点赞。哎呀，你要求怪多的呀。没有就是。鸟把我都好吃吧，我这唐僧肉我感觉。口才没关系，那些是真咬哦。哎，大家看到没有？牙齿，牙齿印，它真咬，它真的咬。再不给大家看这个牙齿印就消了，宝宝，赶紧再给大家看一看。什么时候下播？我们一般12:05下，12:05下。咋的呀？咦，看到什么屏？我还有一招，我还有一招。什么呀？在那里干嘛呀？就是那种电视剧，这样子。可以买鞋吗，宝宝？可以买鞋吗，宝宝？就开始脱衣服了。我调一下网哈，姐妹们，我调一下网。哎，他打我了，别调了。我真的是调网。你真的是要打我？我都量好，你调什么？不是我们的 WiFi 出问题。没有没有，哪有问题？好的很好的很。你看有人刷卡。没有人刷卡吗？真的不卡，他要打我呢。我真的调一下。我真的调一下。我都唱歌给你听了，连不起来有点东西。没有，他刚出去切网，切网，现在不卡了吧？发生了啥？卡没了。现在还好吗？现在好了吧？现在好了吧？大家给我嗨起来！现在才11:30。别开枪，哎呀，我就。